第39题，有三束不同颜色的光线以不同入射角射向平面镜，如附图所示。若此三束光线经平面镜反射后，在右方与平面镜垂直的白色纸幕上显示出三个光点，则在白色纸幕上所看到的光点颜色由上到下依序为何？我们晓得这是要利用反射定律，入射角等于反射角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光，红色光的这样过来，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它会在这里。那么我们的绿色光，我们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它会在这里。那么蓝色光就会在中间，所以最上面呢是红色的，最下面呢是绿色的，中间呢是蓝色的。所以呢，第39题问我们说，则在白色纸幕上所看到的光点颜色由上到下依序为何？依据反射定律，我们答案选的是朱红蓝绿。